好，我们这边来领一个 SS 未鉴定图卷，人中，好玩啊，好玩，人中啊，好好玩，好玩。忍中啊，忍中，太神啦！这游戏果然是用一张嘴就可以玩出来的，好玩好玩，这游戏好玩。畜生不要吵！所以你们有看老高抄袭什么影片那个东东吗？讲的有道理吗？我不想帮他充点阅率呢。不认识。啊，对啊，然后老高没有发现，我打准白，大家也打准白，大家都打准白，这影片都不能偷，是不是？老高好像有发现，他说那个日本人的影片总共也才2000字，我整个影片下来有7000字，那我剩下的4000字我没看到。然后他说，而且那个2000字我也不是完全一样。后来好像老高有点生气，哎呀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对啊，打法一样的就抄袭哦。而且你都有说是从别人来的。那打 NBA 每个选手都在抄袭其他的选手，等一下我超可爱，超可爱。你们就算不玩也会课吗？那个小叶，那小叶很好看耶，我唱歌是真好听，能不能常常看，常常看王心凌的爱你，爱你。baby 青花多说一点，什么内容歌什么、啊、忘记了，想陪你怎样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怎么多一点点你就会真的看见。可以不要爱你吗？好，不要爱你，不要爱你。小叶只有立会好看，不会啊，我觉得他新的那个蛮好看的、啊，不然还买盘子哦，有时候就收集没收集屁，收集屁一个发作，因为他都写现实，感觉没收集到以后就没有了，一单下去了没钱，穷。你花了600多拿一个垃圾 SS 卷会很干，但看到小叶会开心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就是小叶造型那个至少我可以拿出来用，就选到他的时候会有一个好看的例会啊，珍惜哦。哎呀，没有点击师，没有点击师，吐了。小叶很香哎、欸，对啊，他那个拿下眼镜很赞、欸。等一下哦，哎、欸，好了，进门了。那个小叶有拿下眼镜啊，新造型他要把眼镜拿下一下。嗯，小叶到底强不强？六命才强，跟苍牙一样，没六命伤害很可笑。对，他眼镜会戴起来啊，他登场之后眼镜就戴起来。苍牙的深海造型还是蛮好看的，我还是刻了，那个我也刻。那之前是谁剪的？一个叫阿峰的剪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孤狐剪的。孤狐剪的比较像那个小企鹅剪辑师的。你要看他们要不要剪呢、啊？我没有什么钱付他们都是廉价劳工，很可怜。破太多的笑容都没你的甜。抽喜饼你要多订一点吧。一盒，我的观众这么多人，你只抽一盒。小帮手说，现在小帮手说，观众想要吃喜饼吗？里面会有小，喜饼里面会有小卡，有小帮手照片哦，所以他只打算抽一盒哦。观众想抽吗？你们想要小帮手照片吗？
我好像人要爆掉，我要再跑一场。哦，小帮手狂笑哎、欸，很好笑啊！才一盒，超不大方哎、欸，还是我们想办法凑到八五折，剩下的全部都送观众，还是已经八五折了。之前说什么？西饼一盒1000，有要吃吗？我旁边的女生是我的老婆。她说你小帮手说你来抽奖，她就送那个魔法小卡给你，就里面会有一个小贺卡，谢谢你参加我们的婚礼之类的，然后会有照片的，会有我的帅照跟小帮手的美照。都是精修版的哦。收到的那个小帮手头都被剪掉。小帮手可能会打马赛克或头不见之类的，还是你们想要直接买喜饼一盒1000重新本？我要三盒，你要干嘛？你们觉得夜市要放在我这个频道，还是再创一个家庭的吧？就小帮手，欸、小帮手想要，可能以后生小孩也要想要经营那个小 IG 耶，小孩的 IG， 你们要追踪吗？日夜的甜蜜小窝，好，我期待生活频道一定会做啦，因为我有点想要转职。